我们开始谈谈四种基本投球法。我认为这是对高中或大学投手最重要的四种球路，那就是快速球、曲球、变化球和滑球。某些滑球的投球法呢，在高中或大学不该过于强调，尤其是在大学。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有些概念。许多投手不了解快速球是棒球中最佳投球选择。许多人认为曲球是比较好的投球选择，因为它较能吓到打击手，所以较常投这种球，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快速球投得不够好。我要说，不论你是谁教投球，是高中生或联盟球员，我要说你大多仍该投快速球。不论你投球的速度是强或是很轻松，它仍是你最好的投球选择，因为它是其他投球的基础，这点我要强调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谈投球。首先要谈的是快速球。快速球呢，握球方法有许多种。我要解说的是两缝合线快速球和四缝合线快速球两种。四缝合线快速球。四缝合线快速球是最容易控制的投球法了。四缝合线是指这个，你可使用一、二、三、四条缝合线。如果你手指形成这种角度，拿起棒球，其缝合线角度一样，食指靠着小缝合线，这是我喜欢的握法。如果你把球转到这一面，指头和缝线没对好，要转移，所以投球不握这一面，这样握球投出，指尖呢就会在缝合线上了。那么，另外一种是二缝合线快速球。你顺着缝合线握，当球转动时呢，只有两条缝合线在这个方向，因此我们称这个为二缝合线快速球。有人这样握，有人那样握，有许多握法全看个人的习惯。这球呢，即所谓的下坠快速球。现在请瑞克·哈尼卡特示范投四缝合线快速球的方法。在必须投好球的情况下呢，通常我们较常喜欢投四缝线快速球，它是准确性较佳的投球，它比较缺乏变化，因为当四条缝合线一起转动，转动速度增加，较难的投球呢，从缝线看起来速度较快，因为它比二缝线快速球不容易看清楚。那么现在请瑞克再投一次。四缝线快速球球路很直。四缝线快速球记住一件事，这点很重要，确定指尖靠着缝合线，你指头放太过去会降低球的旋转。那么另外一个重要处呢，是你的拇指，将拇指缩进去一点，这样子呢能减少球的阻力。有人呢很喜欢把拇指升高，这会增加阻力，缩紧拇指能使球较有力的转动。二缝线快速球。瑞克，请投二缝线快速球。这比较接近下坠快速球，给他们看你的握球法。你是顺着缝线握球，二缝线快速球使你较容易看到缝线转动。那是因为呢，只用到两条缝线，这是所谓的较紧旋转球，它有下坠的倾向。你想使球向外旋转时，你就会用这个投法。好，瑞克，再投一次。来，看二缝线快速球往下坠，就是这样。左手投手面对右手打击手，这种投法使球向外旋转，那么这是对付那种情形的投法，球呢会向外下坠。现在再投一次，我们称二缝线快速球。很多年轻投手喜欢二缝线快速球，因为握法较容易，但是它较不易控制，
因此我建议使用四缝线快速球。当你熟练这种投法之后，再学习投二缝线快速球。其实手腕位置是非常重要的，必须将手腕放在球后方。我的意思是，当你这样握球，所谓手腕呢在后方，也就是动作要这个样子，手腕不要这样子扭动，因为球呢会往那个方向飞出去。如果说你希望球直直抛出，手腕呢应该是这样，手腕放在球的后头，这是投快速球很重要的地方。那么有些投手将手腕这样扭，把球推向那边，正确姿势是这样，然后这样投出。曲球，这大概是最难投的球了，因为它不容易控制。曲球有许多的投法，它的启动力来自于中指，食指是所谓的引导指头，有许多种握球法。那么这是四缝线曲球握球法，也有人是这样子握，也有人这样握在上头。我想基本曲球握法是这个样子，将拇指放在这条缝合线，中指对这条缝合线使出压力，投曲球手腕要朝这个方向转，这样才对。很多人手腕朝下，投球时手掌朝上，这是不好的曲球投法，给予手腕压力。那么正确的投法呢，是像在投快速球，然后像这样扭转手腕，手掌朝下。克林为你示范曲球投法。注意手背和手肘，很好的位置。我说过曲球是最难的投球之一，也是投手爱做的出色表现。我们示范一下姿势，他们恢复曲球姿势，他们预备投球时手放在后面，他们太早将手部竖起。如果你过早将手腕竖起，当手背升高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失去竖起推力，无法运用腕部的弹力。那么正确方法是把手腕挪到投快速球的位置，手腕举在这儿，你就能做出理想的弹腕动作。太多投手手往后时已经竖起变成这样，这样呢你只能飞投，因为你腕部已经没有弹力了。好，克林投吧。注意他的手背不是直的，而手肘弯曲，尽可能接近90度角。克林，你的手腕有点拖拉，再快一点，手腕投出再快一点。现在我们讲解另一种基本投法——滑球。滑球，真正的滑球投出力道几乎和快速球一样，稍微软一点，是切入快速球，像这样滑入。事实上，许多人投滑球，在电视上看到的大赛会听到投手投出滑球弯曲了这么多，那不是真正的滑球，那是曲球。滑球的投法几乎和快速球相同，在横面上曲弯这么多，纵面上尽可能往下坠。基本姿势是这样握住球，先这样握住球，然后把球转往这个角度，你可以用二缝线握法，或是这样的握法，也有人这样握。一般投手的握法呢都略偏。示范滑球偏离的方法呢，投快速球，你的手腕位置是这个样子，投滑球时手腕只稍微竖起，和快速球及曲球不同，速球、曲球、滑球，用这两根手指紧握住球，稍微用力，这两根手指会感到球的压力。大多年轻投手投滑球的时候会做的是摆出投快速球的姿势，一开始把手掌朝上，使手肘压力增大，所以投滑球会使背部受伤，这是不推荐高中投手投滑球的原因，因为投法不正确很容易造成手背受伤的。如果说是
滑球投法正确，像这样投出而这样偏向，手肘就不易受伤。现在呢，我们请瑞克·哈尼卡特来示范一下滑球投法。这是第一次投球，是我们不要的姿势，手掌朝上，给予手肘压力。现在再投一次，基本上像快速球，然后在投球瞬间将手腕像这样的扭转。再一次，瑞克。我们谈变化球，这是最难的投法之一。因为你训练投手投最好的快速球和曲球，突然间你要他投变化球，要他投普通快速球，就是这样投。正确的变化球呢？变化球有许多种握法，我示范这种握法：三个指头握住这里，或是用四个手指的所谓掌心球，把球放在掌心，很难控制的。许多人这样握变化球，我不赞成，因为给予手肘太大压力。还有手指分叉握法，许多人称它为堡垒球。基本上我示范的握法是这样的，跟一般快速球握法相同，只是握深一点。变化球是在球速上的变化，但是手背的动作十分重要。你必须做出投快速球时所做的手背动作，因为有时候虽然投手投出极佳的变化球，但是呢，因为手背动作太过缓慢了，打击手呢马上就会发现到，这是打击手必须要注意的部分，所以这点很重要。另一个投快速球的原因是我们称为窗帘功效，是球投到这位置你会把它拉下，不像快速球平直的飞出。变化球到这做窗帘动作，我们称之为拉下来，这是球速缓慢下来，但是呢仍保持一样的手背动作，那是弹球必须的动作。另一个要点是脚的位置，投变化球时尽可能使脚留在投手板上，将脚留在板上，同时把球往下拉。大部分投手投球的时候脚站出来，投变化球你得把脚留在原处，同时把球往下拉。我请克林示范变化球的投法，克林呢将注意窗帘动作的功效和脚的位置。记得谈到脚的位置，我说你要尽可能把脚留在投手板上，当然球出手后必须把脚站出来，但是尽可能把脚放在板上，注意窗帘和手背动作，手背速度要和投快速球时一样的快。好极了，记得如何把脚留在板上。克林，这种状况如果你当心脚，开始投球动作。好，他尽可能把脚留在原处，主要是你失去所谓的推动力。当然你会问，这样打击手可以脚的位置判定球路，打击手不会注意脚，他必须注意手背速度，因此好的手背速度非常重要，脚留在板上有助于增加手背速度，那么球出手就不必那么用力了。好，再一次，克林，把脚留在板上，不要移开。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这有些过分强调，但这是你牢记，投变化球时，你得尽可能把脚留在投手板上。注意这个美好的姿态，几乎跟投快速球一样。奇特投法，我们要谈几种奇异投法。许多年轻人很喜欢投这种球，但是我不赞成，就是所谓的指节球。我不赞成提倡指节球的原因是，我想原因是在它是30岁以上的人投的，你30岁过后才能投指节球。我不赞成的原因是，你投这种球时，你的手背肌肉会紧缩，随之手腕扭转僵硬，那是我们所不要的。如果你已投出极佳的快速球，你的手腕该有良好的动作，手背肌肉要有弹性，
就算你投的是堡垒球，这会损害你的快速球投球，这是我们反对的原因之一。螺旋球是另外一种年轻人喜爱做的投法，我也反对这种投法，因为要投这种球，你必须这样扭转，给手肘增加压力。因此，我不鼓励高中及一些大学投手投这种球。等你上了年纪以后，再来投螺旋球或指关球，或是其他奇异投法。我不鼓励你们学习这些球。你应该勤于练习基本的投法，像是快速球、曲球、变化球。当然，滑球是我最后要教年轻投手投的方法。我要再次强调，快速球有多么的重要。它是棒球中的最佳投球，75%-80%你都会用这种投法。曲球、滑球、变化球是你次要的选择，所以记得，不论你球力大小，快速球是棒球最佳投球。战法，基本球板站立法很重要。一个右手投手，我们要右手投手从球板右方投球，原因是我们不希望他从这投球，把脚放在这边，克林向右手投手挪到这边，这里，你不要他从这里投球，原因是我来画个图解说。投球板和本垒距离60尺，如果右手投手从这个角度投球，为了从这边投球板投球，他需要把身体展开，球路较容易被观察到。如果右背投手从这边投球，他的身体和手背朝这个角度伸展，因此投好球的几率较高，球路呢较不容易被察觉到。这是我们要右背投手从右边的投手板投球的原因，而左背投手呢正好是相反的，我们要他从那边投球，他的身体会朝这边展开。现在谈到脚的位置，许多人喜欢把脚往后放在这儿，那不是正确站法。你必须把前脚略往前放，这样呢才站得平稳。那是右脚在投手板的位置，左腿和脚大约呢应该是那样放才是对的。至于说身体其他的部位的位置呢，球套该紧靠胸前，体重平均分布，左脚不要往后倾，这是不正确的站法。你要在舒服的站姿下，体重平均分布于两脚上。现在请克林做正确的站好，这是正确的站法，体重平均分布，必要的话你可以站一整天。现在我们看球的位置，接到信号举起手套，克林，你以这种姿势把球放在手套里。现在看讯号，一接到讯号预备好，手伸入球套里拿起球，这是看讯号预备动作的一种。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，由瑞克·康尼示范。瑞克握着球看讯号，当然他把球握在背后，他接到讯号球放在身后，他没有把球放在手套里而放在身后，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。现在他开始准备动作，看过讯号做出投球动作，准备把球投出。拉伸动作，现在我们来谈谈有人上一垒时的拉伸动作。这是拉伸姿势，重要的是注意双脚张开宽度。我们说两脚的宽度该和肩膀一样的宽，不应该多向这边伸展，那是不正确的，也不应该太接近。体重分布要均衡，所以当你把重心从一脚移到另外一脚时，身体不会摇晃。现在瑞克重复准备动作，准备接收讯号，最好是把球盖住皮带扣，以这种位置，不要把球放这么低或这么高，轻松舒服的放在这个位置。这是有关腿的位置，最该注意的地方。如果说你想牵制一垒，投手通常会把腿这样摆，你不要把腿越过投手板，要将腿提高到这样的位置。许多投手决定投球后把腿直直的抬起，对，往后移，那边这样举着。他们牵制一垒的时候腿这样举起，这很容易被察觉。你每次举腿的动作必须一样，平直一点。腿抬起时，你把腿抬起，你有点犹疑，我们称这为冻结跑垒手，不要腿抬起就投球。准备牵制一垒，你坐吧，预备投球，把腿举起，凝视一下，然后把球投出。另一个许多球员常犯的错误，他们开始把腿举起后，
腿举起，扭转肩膀，使牵制的用意被察觉。再做一样的动作，做投本垒动作，球别投向本垒，别投本垒，举起腿来，你看肩膀没有转动。再一次，你牵制一垒，一样的举腿，不要扭转肩膀，举起腿来凝视一下，然后投球。有很多投手喜欢这样。有件事要记住，如果是左背投手，在本垒和一垒之间，你要画出一个45度角，你要尽可能踏住那45度线上。现在呢，瑞克示范正确的动作。很多左背投手犯这种错误，举起腿，他们腿和脚过分的伸展，做大一点，角度再大一点，伸展到这里，到这里，这就会发生违规动作。这样你完全不隐瞒，动作不干脆，无法欺骗跑垒员。好的动作呢，必须身体紧密相连，动作一致，能够完全控制球，不论是投向本垒或投一垒。投吧，瑞克，投一垒，举高，投向一垒。我想在投一垒时，大家都会急忙的出手。另一点是关于你的肩膀，你面向本垒，只要面向本垒，但不要投球。你向本垒投球的时候，肩膀朝内转，许多投手投一垒时肩膀朝后倾，使背成弧形，这就错了。你要同样举腿，腿举起，转动肩膀，现在投向一垒。瑞克示范一下，腿举起来，肩膀向内转，把球投向一垒。现在要克林示范拉伸动作。右背投手一垒有人，第一部分很重要的一点，脚站好的时候呢，千万别把脚放在板上，把脚靠着投手板侧面，投球的时候推力会比较好。你千万不要站成这个样子，把脚站开一点，还不够，再开一点，对，这样才对。这样站的理由在使你能够尽快把球投向本垒，而减少跑者到垒的机会。好，现在克林做拉伸动作。拉伸动作，你做好动作，球握在这里，双脚展开，你慢慢的把腿举起，摆出你要投向本垒的动作，重点在别把腿提得太高，只要能使重心移向后脚，使球尽快投出就行了。这是错误动作，腿举得像在做启动动作，这是不正确的动作。这是跑者以里垒和倒垒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阻止。回到正确的位置，把腿稍微举起，然后把球朝本垒投出。脚的位置在牵制一垒时十分重要，正确牵制一垒的方法是这样的。快动作，对了，快速向一垒投球，这样是错误的方法，也是不合法的牵制法。如果你只扭转脚前方而不移动双脚，这是不佳而且违规的方法，你不应该做这种动作。当你正确的移动脚时，在这手背动作十分重要。当你移动脚向一垒投球，尽快把球从手套拿出，放在耳后和耳朵平行，那么然后呢，从那里把球投出。以下是错误动作，站好位置，手背往后伸，却过度往后伸了，就像朝本垒的投法那样，动作太慢，那是错的方法。正确的方法是尽可能快速的把球从手套里快速拿出，快转把球向一垒投出。肩膀呢，应该保持平直，当你朝向本垒时，肩膀应该朝本垒形成一个角度，不要让肩膀向后倾，或者是脸向上看。好，克林，准备动作，看讯号，肩膀向前倾，球要投向本垒，用投手板增加推动力。好，克林，投一次，克林完整的投一次球，腿部动作要快，肩膀要平直，举起，然后球平直投出。腿要快，肩膀降低，冲力往前。好，再一次，来，腿快，背快，肩膀朝下。以这种方法示范不正确投法。克林错误是腿举太高，肩膀太向后，这是不佳的姿势，跑者有机会倒垒，你失去动力，
身体朝向本垒，你给跑者倒垒机会。重复正确的方法，手往后，快速举起腿，肩膀降低，向前投去，漂亮的投球。准备动作和后续动作。以我的看法，投球最重要的地方是在准备动作和后续动作。这部分呢，能使你精于控球，球将在你掌握之下，而且非常的一致，让你能够投出使打击手出局的好球。我们请克林过来，仔细的一步一步的示范一下。我会慢慢的讲解重要的部分。当然，你了解战法和状况，但是真正重要的是，你要面向打击者。许多投手喜欢面向特定角度，这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你想投那个方向的球，那么却瞄准这个方向。我们要求投手朝投球方向站，进入你的准备动作和投球动作。开始准备动作了。我们说了，背部不要弯曲，这是另一个常见的错误。许多投手都爱向后弯，向后弯，这是很糟的姿势。这样呢，常造成手举过高，身体这部分呢，该略向前倾，准备把球投向本垒。在开始准备动作的时候，把手举起，开始投球动作，把腿举起。这种状况呢，投手有所谓的良好平衡感、好协调能力和凝视力，把腿举起和地面保持平行，保持平衡，不要弯曲背部，像这样平稳地站着。这样做时要凝视着目标，不要往下看。在做准备动作时要凝视着目标。再做一次，再重来一遍。开始准备动作，把腿举起，投球时朝本垒投球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常说臀部不要超出肩膀的前方。我们示范错误动作，摆出准备动作，让身体的下部分呢先往前。现在这个动作是错的，不应该这么做。你把肩膀向后倾，你的头会在头后方，姿势不对。示范正确动作，开始把手举起，肩膀保持平直，对克林不要动。好，肩膀保持平直，可能的话呢，略朝投球目标向前倾，将头和肩膀保持在平衡状态。你做的时候呢，做吧，做投球动作。手背的位置呢也是十分重要。有句话说，如果你要和别人较量背力，示范较量背力的样子，你的背姿态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很多投手把手背缩紧，这样你会变成推球了，或是把手背伸这么高，这会使你投球缺乏力量。正确的位置是和地面平行，手背像这个样子，这样就能形成正确的动作，向前挥动，这是该做的动作，这能够产生最大的投力。这样子呢，手腕呢能够正确的转动，使你投球更有力量，这才是投球时的力量来源。还有一样就是那里我刚才提到的缺点，让手腕这样的落下，手背向外弯曲，使投球动作变成这样，这是不正确的。手背姿势很重要。好，投球吧，克林。开始准备动作，向前挥动，臀部维持在上身的后头，球放在身体前面投出。另一个我常提到的重点是你的落脚的地点。如果你从这里画条直线，就那里吧，把脚放在这里，克林，延伸到本垒，并往后延到二垒。正确落脚处呢，是在这条线上头，往本垒的线，或是线的左右方一两寸的地方，最好呢是在线上。克林，去示范正确动作。现在呢，我来画条线，先画一条线，用这条线来做示范。好，你坐吧，举起手，腿脚踏在落脚处，克林大约有一寸的差距，我们称之叫做开放。开放的意思是落脚处在线的这一边，如果落脚处在另一边就称为闭锁。这边是开放。好，克林大约有一寸的开放差距。再示范一次，克林。
注意他的手套，那是另一个投球的要点。戴手套的手在这里，示范错误方法，克林，做不正确方法。他戴手套的手，当他投球的时候，他把肩膀往后盘转到背部，这是很糟的姿势，这会使肩膀展开，很不好的姿势。正确的动作是，当他把手套挥出后，应该将手套紧缩起来，使他的肩膀闭锁。我待会儿再解释肩膀这部分。手举高，准备动作，看他手套在正确的位置。这不只能帮助他闭锁肩膀，并且帮助他感受球的方向。另一个投手会犯的恶习呢，肩膀是很重要的，保持肩膀平直。当你朝本垒投球的时候，你应该觉得这肩膀也朝着球要投过去的方向。现在呢，再示范一次，克林，尽力去强调那一个动作。你把球投出，在投球最后瞬间呢，肩膀朝前面如此展开，示范相反的动作。现在你过分把肩膀展开，使球成为抱头。他预备投球，球投出，你看到球过分偏向本垒的右边了。另一个要示范的要点是，高中大学投手常犯这种错误，他们以投球板来驱动球速。我要示范正确驱动球板动作。很多人认为球板驱动就像一种跳跃的动作，这动作是不正确的。克林示范跳跃动作，许多人认为我这样呢是在驱动球板，他们举起腿越离球板，这不是驱动。那该怎么做呢？问题是要怎么驱动球板，膝部要保持略弯，或是要完全弯曲呢？正确的姿势是在两者之间，膝盖只要略微弯曲。现在克林示范正确的动作。好，开始投球，向前投出时只要膝盖略弯，上半身一定要先往前伸展，这点很重要，上身伸展于先。很多年轻投手常犯这个毛病，过分驱动投手板，过分的把重心往下移。你做只示范半个动作，我会阻止你的。你弯一下，你真以为往下要运用驱动力，瞧怎么回事啊，你这个姿势臀部超过肩膀，造成肩膀过高而手背过低。现在你以为你得到很大推动力，因为你很用力推球板，但是你球要往上投出，这是不正确的姿势，因为它影响你的控制。恢复到正确姿势，我们来解说你的情况。你呢是六尺高，投球区呢有一尺高，总共是七尺高。你的投球目标是本垒，好球高度大约是这儿，大概是两尺。你从七尺呢降到两尺，必须把球降五尺，而你呢是唯一能做到的人。球以一个角度向前降五尺，这个球呢比平飞球难打得多，这儿打出的球维持这个角度较容易看得到，所以投手必须把球降五尺才能成为好球。这是为何我们说不能弯低，我们在谈肩膀，因为这很重要。维持肩膀高度，在投球时这边肩膀将超越另外一个肩膀，让你的球能朝下飞出。好，克林示范这一点，尽力示范这一点。你瞧，他要投球了，举起手，后方肩膀超过前方肩膀，左肩移到这儿，尽力使球往下飞。你要这样运转手腕使球往下飞，手腕保持在球后方很重要。再示范一次，能的话呢尽量慢。克林举起球，注意他的右肩抬的高度，降低球的高度，手背呢往身体前方投出。如果你错误的做下垂动作，我们说真正的下垂，他们说这是真正下垂，但过低了，这姿势很难维持。你注意球，你看球，它的速度减缓了，球飞出角度比较平直，不是我们要的下坡角度。示范不正确投法，再次示范不佳投法。你瞧，这投法很糟，看到了没有？身体纠结在一起的动作错误，前脚迈出。现在呢，请克林再示范一次正确的投法。球举高，身体转动投球，请看他的手背啊，他投球手背动作很重要。他不是把手背这样挥出，他
他的手背通过这边左膝，这点很重要。再投一次克林，注意手背往下挥动。后续动作，看，我用的字眼是我喜欢这样形容。你看着你要投出的枪管方向，你注意克林，他看着他投球时，他沿手背看着，看着球投出的方向，这是正确的动作。我用的字眼我称之为离开现场。示范我说的动作，克林，我要求的是当你投球时把身体留在这里，你的背留在这里，而你从这里把球投出，这是我所谓的离开现场。离开现场，再示范一次，夸张一点，看到没有，他离开了现场。你看过一些这样的画面，他们投球时站到这边，他们会这样投球，然后他们这样离开，他们不会这样做，失去平衡而投出高球。我们要用的另一个字眼与身体过低将球推出有关，就是所谓的用腕推球，这是腕部动作造成的错误。伸到这儿呢，背下垂到这儿，结果球呢这样投出，无法正确使用手腕，所以你推球，球根本就爬不高，做不出下坡倾斜的投法。那么这才是正确的，手背往后伸展，球举高，然后快速投出，这是正确的，这是所谓的让手腕让他做所该做的事。再做一次，克林，往后伸展，举起来，把姿势做出来。这一切动作呢，对于左手投手跟右手投手都一样是可行的，基本上是一样的动作，也许伸拉动作上有些差别。我们再示范一下伸拉动作，克林，告诉他们怎么其实准备和伸展是一样的动作，只是伸展动作是后续动作。预备伸展动作，双腿当然不是平行，不能那么做，因为跑者才那么做。开始向前移，克林，就是从这儿，这是准备动作的结束姿势，这是相同状况，就像你开始准备动作而停在这里，所以准备和伸展动作同样要做这个动作。他动作做好了，伸展姿势呢和准备姿势头发相同，跟伸展动作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准备动作你这样再这样之后呢，动作相同，就是伸展或准备的动作。另一个要谈的是线的姿势，我们谈到手背姿势，向前这条线是你的落脚点，向后这条线是用来对准手背。准备动作，克林，示范不正确的姿势，你不能做我们谈的错误姿势。瞧他手背如何下垂，投球背，这是不该做的动作，肩膀往上倾斜，手背呢我们称勾住，有时他们称为勾子腕，手腕伸抬后面，打击手能看得到，这是不正确的动作。正确的做法是手背挥动时沿着后面这条假想线，保持手背和后面这条线平行。好，就这样，示范一下，克林，举球，手背往后伸展，手背呢要比线较向后一点，你要把球放在身体的后面，这同时呢帮助你隐藏着球，使手背较快进入正确的位置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手背在这儿，你身体下部分会往前移，下身往前是错的，手背在后面增加阻力。如果手背对准线在这儿，手背较快进入投球位置，这儿是手背挥动速度增快，把球投出。手背速度对投手很重要，你听过打击手的球棒速度，高尔夫球挥杆的速度，投手的手背速度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错误呢会降低手背速度。当你养成这些坏习惯，向后卷爬手背放得过低，投球时手肘缩紧，这样的手背位置不可能有好的手背速度。成功投手呢都有极佳的手背速度，良好手背速度的成因包括了正确机械动作技巧，身体的位置紧密一致很重要，有良好的平衡，将手背保持在所谓的扭背位置，这个样子呢你举这样，这个位置是手背速度的来源，你可从这得到很好的手背速度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做准备动作时，示范准备动作，克林，手背沿后面那条线伸出，你往后伸，马上把手背置于正确位置，你就得到所需要的速度。手背伸到身体前方，
那样你取得手背速度，使投球动作很好，球往下投出，形成好手背速度，使控制良好。并不是所有的投手都用四分之三投球法，有的投手使用侧背投法。我们教你的机械动作，无论你投侧背投法或四分之三投法，其基本技巧是一样的。但是我要教你几样很重要的诀窍。如果你是个侧背投手，很多人以为侧背投法你要越过身体投球，这是不正确的。柯林为你示范一点侧背投法，大部分动作和四分之三投法是一样的，只是手背比较低。有一点你要记得，就是不要降低你的手腕，你手腕要维持在高处，即使你手背会降低。许多投手犯这项错误，手腕摆在球下方，然后才把球给投出。他们犯的另外一个错误是开始侧背投球。柯林，准备动作。他手背向下做相同的投法，很重要的一点是手背伸到身体前方，这个动作要诀和四分之三投法是一样的。你一定要将手背伸到身体前方，手腕一定要朝上。落脚点应该在哪一边呢？有些侧臂投手的落脚点是远在那一边，因为他们过分的横越身体，使得手背无法挥动，所以你的两脚应该站近一点。投吧，柯林，再做一次。另一个你要知道的因素，身体要维持紧密，上半身要尽量向下俯，这是侧背投手经常犯的一个错误。在投球时把身体挺起，身体呢是指肩膀这上半部分。示范，柯林，示范错误的动作，这是错的。开始准备投球，身体先向上挺，然后再降低下来。你不能这样投，这会损害到你球路控制。一个成功投手的要诀是要维持身体紧密，肩膀往下。像我已经说过的，投球时将手背像枪管一样的瞄准，把球投向本垒。柯林，示范正确投法。投球，脚迈出，身体已往前，然后恢复到原来的手背姿势。手背动作，手背动作是投手的一个重任之一。球投出后，你变成一个手背员，这是很重要的状况。尽可能做好手背员最佳的防守责任。我要强调一件很重要的是，投手首要任务是投出最好的球，是打击手出局。如果你得做手背动作来达成此一任务，这就是你得做的。投手的最佳手背位置是站到一个可轻易接到地上球的位置。你可使打击手出局或造成双杀，解除濒临城下的危机。如果说投手没有站好手背位置，这些不起眼的滚地球会漏接或者失误，而导致敌对得分或上垒，这是不该发生的事。现在柯林示范防守滚地球的最佳位置，开始准备动作。好，球举起来向前投出，他用力投出，脸向着打击手，注意他双脚所摆的姿势。这种平直战法使他可以朝任何方向移动。柯林示范怎么做，无论球被击到哪个方向，他都可以非常快速地移到那一方。许多投手一犯一个错误，他们会让他的右脚过分伸出，夹在身体前方。当滚地球从右边过来时，他无法回来接杀。示范投球，他脚过分伸出，现在若朝这边击出滚地球，他一定没有办法转身回来防守。如果说你一定要这样投出球，你就要像猫那样快，将脚收回，恢复手背位置。你的防守位置也许是这个角度或是这个角度，这些都无关紧要。不管你在防守区哪个地方呢，现在再示范一次，柯林，右脚落到另一边，再恢复到原来防守位置，落地，脚拉回到防守位置。现在他随时可移向任何一方。有个常犯的错误，记得我们谈过手套的位置，它不仅使你肩膀紧闭，并让你较易接到直飞球。好，现在呢，就请柯林再示范一次。坐吧，柯林，注意手套位置，他重心移出去，他手套已准备好接球。爆头的原因，你常听说胯部过大、头球过高、
投球偏内、投球偏外，如何推动投手板，如何调整这些动作，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呢，是由于不正确动作技巧。不正确位置使你投不出好球。一个我们不赞同的做法是要投手在投球板上移动。如果投手投球过于偏内，他要移到板那边吗？不，对那状况没有好处。那一定是动作有了错误，所以你要一直待在相同位置。右手投球应把脚放在投手板右端，跨步过大呢，这是你的球偏高。跨步要多大，这个每个人都不同。一个正确的动作是用脚跟落地，当你以脚跟落地，动作上这个地方太快移出，这个会使你脚跟着着地，而造成投球偏高，犯下不应该犯的动作错误。好，克林做脚跟落地投球动作，这是个重要因素。他们说他跨步过大，为什么会跨步过大呢？跨步太大的投手常常以脚跟着地。这次我们怎么做？我们示范正确投法。克林站出来，你投球，你做时呢，开始投。克林，你整只脚同时落地，那是该做的最佳落脚姿势，维持原姿势。克林看他的整只脚或是后半只脚完全落地，他的膝盖轻松地弯着，上半身弯在膝盖的前面，顺畅的动作，上身向下弯，这是合乎要求正确动作。投球偏高的原因，跨步太大，下身太快向前移，还有脚跟落地。现在呢，我们示范这个动作。克林，这是球会偏高的原因，你投球以脚跟落地，身体向一边倾倒，这是不正确的动作。另一个错误是跨步太小了，脚落地时过分僵硬，所谓的失腿乙杆跳跃。好，来吧，克林，示范乙杆跳跃是什么意思。你准备投球，跨步太小，腿很僵硬，你脚步不稳，这是所谓乙杆跳跃投法，这是使你的球向内偏的原因。球会这样偏是因为你的身体也向那边倾。再示范一次，克林，投球时腿部乙杆跳跃，通常把球也给拉偏了，这通常使你投出偏外的爆头，这是因素之一。那么投球偏内的原因通常是投手使用闭锁的战法。记得我以前画的那条线，投手两脚会越来越闭锁，最后使他上半身无法弯出去。示范这种投法，克林，这导致你的投球向内偏，手背太紧缩，你让自己脚的侧面落地。示范的时候，你看到克林的脚以侧面落地，把身体推偏了，他的手背无法进入投球位置，因此投偏内的爆头。如果是左背打击手呢，投的球将是偏外的。当然，无论是左手或右手，错误都是一样的。再示范一次，夸张的闭锁住脚，脚的侧面先落地，球偏内，回到完美的位置。我们要看你预备投球的画面，你跨步，整只脚同时落地，手背瞄准投球方向，动作前腿凝聚力量，前脚要凝聚力量，你顺畅的向下弯，这是正确示范。做吧，克林。他做出投球动作，脚平稳的落地，他球从头顶出手。投球练习有许多个人可练习的有效投球练习法，并不一定要在棒球场练习。这个练习法可在后院任何可找到墙壁的地方练习，在离地约3到4，也许是5或6英寸之处画个目标，你努力朝那个目标投球。每次投球后，你恢复到手背姿势去接反弹球，你成为自己的捕手、投手和防守员。另一个有效的练习法在曲球教学上是如此练习，让投手和捕手距离约30尺，然后练习先前所教曲球的基本动作，把手肘和手背都举高起来，手腕摆在球的后面。记住，不要太早缩紧你的手腕，这样你就不会犯错误。慢慢的投，不要像在比赛时那么用力投球，不要调快动作，维持自然动作，投出好而正确的曲球投法和动作，缓慢而轻松的举起手来，集中精神，让手腕置于正确位置，
不要担心球力的强弱，不要担心是否投最好的曲球。从这个距离，你能看到球路的曲折，可看到你要投的球，可看出你要达成的。你可以练习10到15分钟，不要给手背太多的压力。那么，另外一个有益的练习方法呢？你可在家里或者是卧房里面练习，你只需要一面大镜子。你知道，身为运动员，尤其是投手或打击手，你无法看到你自己，所以要求教练当你的眼睛。这个时候，你就能够亲眼看到自己的投球动作，使你了解自己的姿势，使你努力改正自己动作。这是职业投手在旅馆时常用的练习法，他们看到必须自我改进的地方，使自己成为更好的球员。调节，维护手背，身体极重要的部分，这是投手成功的关键部分。要如何维护手背？衣服是很重要的部分。投手该穿什么呢？怎么穿呢？什么时候穿？投手一定要保护，你只有一只投球手背。棉线衫很重要的部分，必须盖住手肘。天寒的时候，有人在寒冷的天气常常问我要不要穿橡皮外套，千万不要穿橡皮外套。如果真的很冷，穿两件棉衫，穿两件棉线衫保护手背，脱掉橡皮外套。等你练习完毕以后，如果你还有预备的棉衫，换新的棉衫，穿上一件厚暖外套，然后呢，再穿上橡皮外套。休息时间呢，要全部扣子都要扣紧。关于训练课程，在另一集开始。在训练中也很重要的部分，是保护你的手背。你要如何做呢？举办春季训练的原因之一是让你的手背进入状况。它的运作是这样的，我们运用课程，比如说你投3天，1天10分钟，休息1天，然后每隔1天做一次练习。这以后你要多久练投球一次，只有你个人才知道你的背多好，多么酸痛，或你的背有多么糟。你必须把这个向教练报告，告诉他你的手背是否僵硬。我们要做的训练课程是3天投球练习，休息1天，然后多练习1天，休息1天，再投球，然后逐次的增加速度。你要马上开始做曲折球练习吗？我认为第4天开始练最好了。不要用力投，要轻松的投，像投快速球那样。曲球是投手务必要练习的，就像快速球那样。许多投手说，如果我投2-3个星期快速球，我还能有力的投滑球和曲折球吗？不行，这样会导致手背受伤。随着训练课程，你的手背进入状况。球技中你如何自我训练呢？有个很好的例子可做说明。如果你今天初赛投球，明天绝不能再投，再下一天你出来练习10到15分钟投球，训练前面所教成为成功投手的基本动作。如果是很好的状况，你要的话就休息2天再出场投球。有时在高中或大学，教练用4个人轮流制，你出场投球，休息1天，练习1天，休息1天，然后再出场投球。这些呢是制胜的因素。投手有多1天休息，我们称5人轮流制，投球1天，休息1天，练习1天，然后休息2天，接着呢你就出赛投球。训练课程和维护手背是球赛很重要的部分。棒球的训练很重要，因为这影响到跑垒，这个很多运动员不喜欢做，但对投手它是不可缺少的。跑步使你的腿状况良好，如果你的腿状况不佳，在投球者和投手显示的是控制不稳，这是由于腿过度疲劳，因此跑步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该跑多少呢？我认为不能判定一个人该做多少跑步，跑得越多腿部状况越佳，你的身体状况也就越好，你就会成为更佳投手。我以一个职业棒球教练的经验来说呢，我的投手每天都要跑步，除非他那天得投球，也许比赛前一天我让他们少跑一点。一个跑步的好例子，我要求我的球员在外野围墙线上跑20圈，
这样你大约能估算他们一天跑多少。有一些投手需要多跑一点，有一些投手不必要跑那么多，但是对我而言呢，跑步时间没有必要限制。暖身动作对投手很重要，很多投手说只要练习六次我就能够上场。经验显示呢，主场投手该有10到12分，也许15分钟的预备练习。后援投手呢，当然有时就没有这么长的预备练习了，所以你该向裁判说25、30或40个球，然后才上场。预备练习是球赛很重要的部分，因为不恰当预备练习会伤到投手。慢慢开始，尽可能增加手背的速度，投球时一次次增强力道。当然你自己才知道你的暖身情形以及是否能够出场比赛。投好球是投球最重要部分之一，我们所示范的技巧可协助你在这方面成功。最后我要加上这个论点，你的练习方法以及你的练习内容是在比赛时制胜的关键。大家来玩棒球吧。